来，请来哦，来。我刚刚是了，没有拜拜。真的最后一班了，以后就不开了。以后就车厢了，是这个车子最后一班，就是要自己开门的那种。对，明天就要改列车长统一开门的。Yeah.
I
怎么了？Thank you.
心。Attention please. We are now arriving at Pukao Station.
的行踪。Next stop， 新竹 station。看一下，录一下，没有。卡兹，卡兹，我还没喝完。我那个近，我还好，有听到的。谢谢你，谢谢你。哎，这个比较麻烦。明天新的时刻表，谢谢。我做的哦，好赞啊，谢谢。3000新的，我可以认识那么多人，好赞。是树林那边哦。哇，高兴认识你。然后这是台南到，这是南回线。哇，专业。然后这是这个，你也是铁道迷吗？对，我是铁道迷。你要可以加赖吗？你除了3000之外，那你要拿福油马跟泰鲁克的吗？你要拿朋友嘛，但他有个时刻表吗？
线，主要是泰鲁格，西线的泰鲁格，然后这是树林到台东的地方，仁爱东厂，这最后一圈，仁爱。越来订阅我，我有
还没到站哦。糊掉了，没关系，我的要不要送你？好看的，送你，看一下有没有，看看这个有没有。开心的是你，要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好看的东西都抛上来吧。我来组一个铁道迷群组。再说吧。你读哪里呀？我读康乃大学的二年级。大学二年级。康乃在桃园。你有派司机吗？你有派司机吗？没有。你是到那个吗？你是到新竹下车吗？对啊，老师应该也是吧？我们三个都是啊。哦、你们都老师啊？不是，那右边那是老师，左边这个是我们的司机。等一下下班，要回去下班。台铁司机。对啊，我们段子。等一下接车的也是我们段子。你是台铁员工还是不是？我是台铁员工，对啊。你是台铁员工？台铁员工。哦，哪一站？新竹，我们是新竹经理段。新竹经理段，你是什么职位的？我是最小咖的。列车长还是司机还是什么？不是，我是。你是什么职位？打杂的助理。助理人员。助理。哎，我太丑了。小心，合照一下嘛，拜托。合照一下，大家合照，拜托合照一下。不会怎样，不会怎样。你站这样啊。怎样？你把我照片了。我要做记录，我要做记录，等一下。你要拍啊，那你用我的机台。你想用我的拍，我是拍公司的。拜拜。再见，竹南奥地站，电缆派站，坐板。Next stop， 竹南 station。毛笔最后一节啦！对啊，我的另外一个包包不见了。你可以到竹南了。不行。
在哪里？
我家那两个司机。可以啊，你有两个司机，是你同事还是？我同都有同事啊。这么好，你台语也帮我。他一个坐这边，一个坐那边。这么好。话说你要不要来订阅我的频道？你有在用 YouTube 吗？频道不要吧。没关系，来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太好玩了，你干嘛？看你要不要来看我的影片，我要宣传一下。我只是太好玩了。好吗？算了。真的啊，你看我会只是拍到我们群组里而已啊。啊，新竹七班哦。对啊，我们只是这样而已。你是台铁的什么职位？列车长。跟你说我是小助理、啊。小助理，助理哦，哦，不用考试哦。公务人员、啊、哦，所以没有玻璃卡、啊，没有。那哪个职位才有玻璃卡？公务人员啊。那站务人员有玻璃卡吗？我是营运人员啊。营运人员，那台铁有没有公务人员？谁？台铁看公司化，看你要不要考。台铁有没有公务人员？问一下。啊？问一下台铁有没有公务人员？台铁有公务人员啊，你考是什么职位的？公务人员会考进来的。公务人员是什么职位的？问一下。是不是站长、副站长那个才算吗？嗯、那列车长可以吗？可以。列车长试卷有算公务人员吗？不算。哦，看来他没有国旅卡。你有在用国旅卡还是没有？那没有啊，他不是列车长，不是公务人员。我妈妈有国旅卡，因为我妈妈是医院的公务人员。好厉害，我读医护的。你大几啊？我现在大二。哦，你哪里啊？我开南大学，我住板桥那边。去开南住过？不是开南，我每天通勤，坐我上通勤。住我住过那边，参加企业成长营，直接事业。你要做吗？那你要来做吗？不好意思。吓到我了。那你怎么系啊？我是健康管理系的。差不多，你是医务管理系的。哎，同样，差不多。你看一下这个，这是我的学校。现在是我学校科系，不要讲。对了，我以前比较那个叫鲁北。你以前哪所大学？仁培。新竹。对啊。脏话机务乱世机员，他叫赖静发，什么许君凯等等。那你未来回来看我？好啊。但你公司化了，公司化可以考试吗？也还是可以考，但是就没有公务人员的那些福利。公司化就没有公务人员了？对啊。各位旅客您好，竹南站快到了。本列车为经由海线开往新左营的521次观光列车。若您将前往苗栗丰原、台中等三线方向的旅客，请在本站竹南站换车。
Kawabe, Jurunan Station.可以看东西。喂，你现在哪里？杀戮哦，那只有80而已吗？那你就帮我买80，那你就帮我买80可以吗？你会帮我买卤肉饭吗？卤肉饭多少钱？帮我去买一下。有没有分小的大的？卤肉饭便当能不能给我一碗多少？卤肉饭要卤肉便当100起跳，卤肉饭便当是80几还是100起跳？所以我可以买一碗卤肉饭便当吗？多少钱？好了，那你帮我买吧，我会还你钱，我会还你钱，我会给你100块，先帮我买一下，谢谢。
你确定有帮我买卤肉饭便当吗？谢谢你帮我买，然后你真的确定要从沙路啊？你在沙路下车。你去大甲，我帮你查时刻表。等一下，我先查一下沙路大甲还有什么时间。确定你没办法去大甲？你那个第一班，你一定要从沙路上车哦。所以你现在下公车哦，看一下有没有区间车。那个沙路，我们那个莒光好像7:10才开的样子，现在是6:00多。我找找看一下。好啦，那你就从沙路上车，就沙路上车吧，好吧，尊重你。等你记得买沙路到彰化的车票。再见。
Attention please. We are now arriving at Hau Long Station. 下一站，通宵奥吉站，通宵海站，通宵 Next stop, Tongshan Station. 哦，少算10块，我要补你10块，是不是？好，没问题。好。因为是我妈妈跟我二哥撞掉的关系，是这样。对啊。哦，我的话是因为我今天早上是在告诉你要拿过这本吗？哦，我还没拿。因为我想问他是，因为我先，因为今天早上我就想说，原本我在考飞机修护，然后我说这时间最时辰对得上，然后刚好我考试也不行了，我因为我二号考试，我要改回来了。了解。对啊。新的时刻表，就给你。谢谢的。客气。你有盖这个印章吗？还是没有？哦，我的印章，我会请我妹盖，因为我们是，我们都会一起，我们都会就尽量一起出去玩。哦，那么好。对吧？你爸爸妈妈知道吗？哦，知道。很好啊，因为毕竟也是付他们的钱。嗯。所以是他们付钱给你搭的，是吧？很好啊。对，因为原本想到就看到学长，应该只会到中立而已。没关系啦，我一路搭脏话，我是今天才改。哦，今天才改。不然原本想要跟你讲一下。哎，你的行程刚好跟我行程交换，你知道吧？是吧？下次我把环岛行程补回来。哦。我应该暑假，这次应该不会铁路，就今暑假应该不会铁路环岛，但是我会去把每全台每个车站去逛一遍，就用不一样的形式去完成这种车，这样的环岛。这份工作你要了解吗？对对，你可以写写看一下。我看一下，下次跟我碰面的时候记得交作业给我一下，谢谢。等一下，你打一会儿，还是学长你用电子给我，因为我最你可以。如果你很忙的话，你可以把拍照拍给我看就好。真的很忙，因为我真的。如果你真的很忙，那你那个作业，这个你可以带回家写一下。还是学长先放你就好了。没关系，先让写。我有很多时间。好，先让写看，写完之后你可以拍照给我看。好。这应该也算是个调查报告吧。调查。我可惜我今天没有做板子，因为最近太难做的关系。可是后面客厅车有很多公用板子。啊，等一下。谢谢学弟。那我先照顾。你先回去了，拜拜。本要搭这些，
天五一六就是那台车的，又是一样的车啊。
now arriving at Yunli Station.
Attention, please. We are now arriving at Daja Station. Gaijai, Qingshui, Aoyifan, Qianzui, Haiyuan, Qingshui. Next stop, Qingshui Station.
清水站快到了 ，Good looking， 请注意的，地位高啊。各位旅客，请注意 ，Back for boarding， attention please， we are now arriving at 清水 station。下一站，沙鹿奥吉站，沙纳海站。Next stop, Shaolu Station.
位旅客，沙鹿站快到了，各位旅客，沙鹿站准备到啊。各位旅客，沙鹿站快到了 ，Attention please, we are now arriving at 沙鹿 station.Hello， 过来。我要那个了，录影了。你要录影？好啊。那他那个便当可以拿，但是他那个汤我要喝。汤你要喝？所以我帮你放，分开喝。所以你确定要喝汤哦？对啊。哎，那个是不能放哦。不然还能放哪里？不然你就先暂时放我的位置可以吗？我帮你顾。或是你可以放这里，你可以放这里。你这样都录不到那个。我帮你弄个扶着。这两个就给你扶。不是，这样子可以，我帮你扶一下。感谢你帮我买单。你答应好给我钱的。100块给你。这是你的礼拜六的车票，走。你礼拜六车票。话说你是买票还是我买票好？你要盖这个印章吗？这在最后面。你要盖这个印章吗？我帮你去最后盖一下。这张也是送的。好。我先帮你去后面盖一下，手机帮我看好一下。你是最后一次搭这班吗？恭喜你啦，我也最后一次，大家都最后一次的那种。到彰化之后，你要搭区间车回新屋日哦。好吧。帮我扶好，我很快就来。帮我看好一下。你知道我是从哪站？开始拍，开始猜一下。好，周丽。
那是我爸那学弟，我们三个一起合照。不，我要拍照。没有，我有点牙痛。牙痛没关系，我可以原谅。口罩脱下来，我可以拍。谢谢。我这个是住台中吗？哦，这样。你可以找台长，他大学毕业。下礼拜一是要西欧的。因为我是，我好像讲他，高中的学长，对，高中学长。哦，我现在才大一而已。对。有 FB 可以。你想加大 FB 啊？就是可以多了解学导师，这样。对啊。现在几点？我看。回家再查看。那 FB 有 YouTube 吗？哦 ，YouTube 有。麻烦订阅我，因为我差一点点。你有 YouTube 频道吗？还是没有听到，我听到，好吗？就你有听有，谢谢。现在听到还我忘了，你看一下280订阅，好，别人还没做到，因为我喜欢看这个，然后还好，好，先收着，拜拜。拜拜。杨一浩过来，我要跟你合照一下。好，你走。自强上才有，那些像普悠玛特有个3000台车，才有餐车，票价比较贵是包含他们服务费。跟陈信宇一样，我后天就要回学校跟俊贤老师讨论关系。俊贤老师？对啊，就是那个俊男的俊贤那个。俊贤让很多人在用的名字。对啊。我以前国中体育组长叫李俊贤。对啊，李俊贤是运动员。是李俊贤是为了身材比较运动，比较适合用到。
军。对啊，就是那个，他是王国军哦。万国军，不是王国军。万国军，对，就叫万国军。你是说你有听过王国军啊？也有，我有一个新朋友也叫王国军。他也是解放军。是，可是其他活动的是。嗯。就是那个之前台中对面什么铁道事情，你也有来过台中的吗？就2016年。还是你刚来那时候已经高架了？我刚来就高架，2017年8月2号。不是那个2016年那时候，我有切入铁道，那时候那个不是从地面学习，那时候那个差不多跟那个两三次，就那个1.18，还有那个1.29，1.29那时候最难忘就是那个我从新竹一路站回台，就算我差不多有位置，我还是要强迫让给那个。对，需要准备。也有买票的。嗯。嗯，因为酒很容易就没位。对啊，以前不能抢。这个这台手机没有玩游戏。了解，那我这那手机有时候还是刚备用，所以不会有人想玩游戏，所以就不适用。你也是64吗？就是256。是哦，我就64。你应该找我二哥跟我妈妈什么？中标。对啊。中标是什么意思？给你看一下。啊，对的。妈妈在医院隔离，然后二哥部分在防疫旅馆。饭店，而且有免费电视可以看。对呀、啊，那个出来之后就一样不用交钱了，不用交钱。所以你妈确定7月9号回来？可能哦，我说可能。然后票都买了，因为就7月2号就上来，反正马上不会来。
快到。什么？146分。你做过几次了？应该做了两三次吧。我是完全没做过，因为这帮头海线的对我来说弄不到。150就152对，结束。然后就156就没了。3分钟。Thank you.